其他社会焦点来带您关心，台中有一名活泼的男童，才让合格保姆照顾了11天，不过却全身伤痕累累被送医急救。家属怀疑小孩遭到了保姆虐待，就连访视员来考核保姆也没有发现异状，痛批审核机制太过草率。保姆在昨天的时候已经出面道歉，不过他强调绝对没有施虐。救护员抱着1岁8个月大、全身软趴趴的男童，火速往外冲，紧急将他送医。男童身上布满大大小小的淤青，额头上还有1到2公分的伤痕，后脑勺疑似受到严重撞击。男童的父母气坏了：他跟我们告知受伤是在前面一个小洞，为什么会从后脑勺裂到前脑勺呢？这根本的真相哎嘛！到现在连一句解释、道歉都没有。能不能活下来还是一个问题。男童爸爸这个月初透过社区保姆系统找到这名有合格证照的邓姓保姆，没想到才过了11天，宝贝儿子却浑身伤。受托的保姆强调绝对没有虐待男童。我真的感到很抱歉，这我亲眼看到他跌下去啊，这个伤是在浴室洗澡时跌倒所造成的，我绝对没有虐待他。声音微微颤抖，捍卫自己清白。其实男童被送医的当天早上，访视员还到保姆家中考核，看见男童很活泼在玩球，和保姆互动良好，没有异状，只发现男童的额头红肿。他又往后仰，结果我一手有抓住他，他突然往前撞，左前额那边受伤。其实我很想到医院去探望，可是因为我有听到消息说他们要对我不利。保姆从头到尾喊冤，现在双方各说各话，男童到底是被伤害还是自己跌倒，成了一场罗生门。